大家好 ，STDOM 今次就介绍一架新年的巴士模型啦，系啦，咁啊过晒啦，咁就算啦，照介绍噶啦。咁就呢架新巴嘅系咪 ATR 嚟噶？其实呢、這个丹尼斯三叉戟，唔系 ATR 咩？系啊，哦系啊，不过唔系新巴唔系咁叫。哦，系，不过都系同一只车啫。话你个辘搞咩啊？搞咩啊？个辘咯，呢度有张纸。因为后屘买嗰阵咧，佢话烂烂地嘅。点烂？废车嚟噶。我唔切拎，换切拎咪特登黐个贴纸上去住先。咁就侧边就几多金元宝啊？佢仲有箱金元宝嘅水贴俾我，不过唔黐。然之后呢度就写新年进步，新巴新一年伴你共兴新挑战，共迎新挑战。跟住呢度出入平安啦。咁车队编号系1088。跟住佢嘅车牌系 HY1582， 咁啊，佢原本系啲唔系路线嘅乜鬼竹河鱼嚟嘅啫，咁就阿马克昌啊改咗做106啦，咁啊和去黄大仙，咁啊呢个劲大嘅财神咧写住心想事成，系啦。咁入面都系啦，冇任何嘅扶手啦，除咗车门同车头之外，个车头呢样啲唔似样，唔系细旧嘅，同埋嗰两碌柱咧又系，咁啊同佢之前介绍过嘅呢架 ATR 一样，同一个壳咧应该系啦，咁就呢个九巴，呢个就新巴，咁啲印刷都唔同啦，同埋个牌个摆位唔同啦，车尾又唔一样，一样 OK。咁好啦，今次依家新年嘅新巴士模型嘅介绍就嚟到呢度啦，咁下次再见，拜拜。